欺负我啊？哎，我说我这脚一到冬天沾点热水就刺挠，我还以为我得脚气了呢。你还有急眼了呢？你就知足吧，还把你脚放肚子里。从小长这么大，你问大姐，咱妈连手都没给我俩捂过，还给你捂脚，美得你大瓜子似的。对了，哎，想起来了，咱俩倒不如比一比，咱妈能给咱俩谁洗脚啊？二米，嗯，你干啥呀？咋的？还想让咱妈给你洗脚啊？你像不像话呀你？大姐，比赛好吗？打赌好吧？啊，不真洗啊？你敢不敢比？敢呢、啊，我有啥不敢的？我接受你的挑战。好，大姐啊，倒计时开始。好好，一百九十九，九十八，九十七，九十六，九十五。那个大姐啊。那个晚饭前能比上不？我俩先睡一觉啊。你俩啥意思啊？从五开始呗。啊，对对，啊，从五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呀妈呀，没开始呢，开始。行了，你说你这俩孩子，喵喵的像羊羔，笑啥呀？妈，我生病了。啊？妈，我也不得劲儿。病？刚才还好好的呢，这咋说病就病了呢？啊？哪儿不舒服啊？我哪儿都不舒服，我浑身上下，我脑袋疼。啊？我也哪儿都不得劲儿。我就觉得我的肚子里吧，牙疼。妈呀！啊，完了，这是怪病啊！啊啊！又上医院不啊？对，我不去。妈妈，我们不去。这咋又精神了呢？好了？没好。没好，赶紧上医院，别耽误事儿。哎，妈，我去不了医院了。妈，我也去不了医院了。妈，我。腿疼，妈，我腿也不得劲儿，妈，我脖子盖往下拔凉拔凉的呀，妈，我脚趾盖往上也不暖和。哎呀妈呀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没听说这腿疼还传染，您俩咋还疼一块儿去了呢？妈看看，哎呀妈，这编的太不靠谱了吧，你俩。我说小米粒子，不是妈说你。啊，你到我表弟家了是不是？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你看媳妇儿啊，我表弟结婚，我请不下假来，还得麻烦你替我跑一趟，我真得感谢你。啊，怎么感谢你呀？哎呀，行不？啊，回来的时候，啊要给爸妈带礼物啊，应该的。啊，给两个妹妹带礼物啊，应该的。给钱顺风带礼物啊，不应该。不是，人家平时穿的那都是好衣服，你买那个人家能看上吗？哦，你要给他买个名牌啊，应该的。顺风平时对咱们也不错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多买两件衣服啊，别舍不得花钱。我不要，我真的不要。你这样吧，你买那么多衣服，别人不送你点啥呀？啊，送你一双袜子呀。带回来就知道送给我了啊，好吧，好好好，就这样啊。哎，老公，陪我逛街开心不？不开心。嗯，我得赶呢。哎呀，我媳妇儿逛街那真是大气。嗯，不光给自个儿买，你看全家人都有礼物。那是。哎，来看看。这是给我爸爸买的，哎呀，这是给我妈妈买的，哎，这是给小米粒子，小米粒子，来，你明天不是出国旅游吗？啊，也给你买个眼镜，嘿，看看好不好看？咦，好看，不错，谢谢李子啊，大明星，大姐，大姐呢？大姐，大姐夫，哎，来了，怎么着？哎。回来了，大姐夫。哎，来，你怎么给我大姐买什么礼物了？哎呀，你说你们俩人出去还给你大姐买礼物，必须的呀！下次可不能这样花钱了啊！啊，洁厕灵、洗洁灵，还剩了一包病毒灵。
还有一副大手套的。好，也有你的礼物，是吧？啊，有，哎呦，还有我的礼物啊，有你的，哎呀，可不给，给。你就给我买这礼物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前两天咱家下水道堵了，你鼓秋一整天也没通啊。嗯。装备不灵，有了它，你看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很灵。来，好，接抽。哎，好。哎，我大姐干啥去了？啊，是这样。我表弟呀、啊、结婚、哦、我请不下假来，我让你大姐替我跑一趟。哦、啊、哎呦大姐夫，哎，你可太见外了啊。啊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你表弟结婚你不告诉我一声？哎呀，不是，是不愿意。哎呀，不行、哎、不行、哎、不用，哎呀，是吧真的不用。哎呀，去行健，你别跑啊，你看没问题吧？你上没上过？没上过，白活了。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。对呀，你看你他八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？啊，你能把它当酒吧吗？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？哎呦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跟你说，人家这个位置就是那样的。对，看的倒是人家。对，你别生气啊，对，是不是还在你家呢？行了，我知道。撵我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走。哎呀，我得回去准备，过两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。走，是这叫牛顶着。哎，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，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杵。西班牙当，腰间盘，打了哈给你顶飞了。哎呀，爸，你说你这跟谁较劲呢？你说呀，快给爸量量血压，快跟那个腕表摁一下。哎呦，我天哪！200，高压380，7医院吧。我听懂了，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，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，叨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我摔了你，你信不信？爸呀，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，咱真的去医院吧？上医院吧。啊，你出这什么主意啊？啊，我去住医院啊，他是不是得去看我？他看你，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，我要一生气，我还回得来吗？不是，那咋整啊？这么高的血压呀！窗户门都堵上，别让他进来，看不见他，啊、我闭上眼睛。媳妇儿，你给我过来！哎呀，你是你这一天，王叔也太不像话了，我找他去。哎，你跟王叔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俩这么多年了，猫一天狗一天的。王叔，哎呀，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，来来，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。怎么了，王叔啊？哎呀，我是来求您来了。求我干嘛？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，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。哎妈，哥哥，低压220，高压都380了。毁了，老范成了变压器了，这不是？哎呦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那不让你给气的吗？你说你出国就出国吧，你回来你给他谝啥呀？你说你？哎呀，我就不应该，我这那怎么办？不是您啊，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。啊，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？啊，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，他兴许能好喽。对。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啊，别人怎么好他不管，我好一点他就生气，就盼着我犯错误。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啊，妈呀，把他乐的我呀，在这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。哎，王叔，这个好啊，要实在不行你再丢俩钱，我爸心里能缓过来。你这是买爸的亲闺女。爸爸爸爸好爸爸好爸爸，我有一个好爸爸，好爸爸。牛牛，来，你唱的什么歌啊？这么动听啊！我有一个好爸爸。这个歌好，这个歌选的真好，以后要唱下去，明白吧？要子子孙孙一直唱下去，好吗？我觉得你不是个好爸爸。哎，这孩子，爸爸怎么不是好爸爸了？你骗人！刚才我写作业的时候突然想起来，在我4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你说带我去海洋馆，到现在我才弄明白，你带我去的不是海洋馆，是海鲜市场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孩子真不得了，营养太好了，4岁的事都记得起来。就我们那个年代的人，12岁以前的事什么都记不起来。爸爸，今天必须对我进行补偿，你必须带我去趟海洋馆。行，爸爸答应你了。今天是礼拜天，单位没啥事，家里也没啥事。行，去海洋馆。好，去海洋馆了啊！去海洋馆了。哎、爸爸，可不能说话不算数。你放心，
爸爸要不算数，爸爸是小狗。哎，不行，你要是小狗，我不就成小狗崽了？你就当小狗崽。我跟你说啊，咱可说好了，必须把作业写完才能去。好，就五分钟的事儿。你得好好写啊。好。好，去吧。哟，见海洋馆喽！见海洋馆喽！哎，干嘛呢？你这是？我干活呢。赶紧把这衣服换了啊！啊，跟我去赴个宴啊！抓紧时间。我到哪儿赴宴去啊？我今天请张总吃饭。哎呀，我跟张总有笔买卖谈的差不多了，今天签合同啊！你跟我去，你咔你就直杵啊！我跟你说，是不是？我就不去了。怎么了？你说你这个跟张总做买卖，我去也没什么用啊。谁说的？张总喜欢你。我也需要你，每次我跟张总签合同啊，只要带上你，关键时刻你一直杵，哎，这合同就签了，生意就成了。钱顺顺，你可真行啊！我跟你说，顺顺，哎，今儿人不能去了。怎么了？今儿我答应孩子了，要去海洋馆啊。小刚，有没有点轻重啊你啊？啊，还去海洋馆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咱这生意要谈下来得赚多少钱呢？啊，你这么的，你跟妞妞说。这笔生意要谈成了，钱一到手，我给孩子买个海洋馆。这儿呢，爷爷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呀妈呀，孩子啊，你给我配这个眼镜是多少瓦的我呀？看不清楚啊，这不代表咱们公司形象啊。你可拉倒吧，在家不戴了。哎呀妈呀，那个我戴上它都花，看不见。都卖出去了？都卖出去了。30台都卖出去了？连样品我都卖出去了。厉害了，我的爷爷呀！你干什么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这爷爷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是头子冠军。那爷是谁？隔壁老王。年轻的时候我是没下海，我跟你说，年轻的时候我要下海，我精上那马云算老几呀、啊？爷爷，我宣布，本月销售冠军，隔壁老王。爷爷，爷爷，嗯，我采访你一下子，你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？特别激动。我此时此刻我心里特别高兴，我这个孙子终于成功了。爷爷啊，既然咱们成功了，把那个钱呢拿出来，咱们一起分享一下子。不要一起分享，孩子，钱那爷一分钱不要啊。你要成功了，钱都是你的。好嘞，那走。挣钱了，买机器的钱，这是什么钱？机器钱。你多少钱一台卖的？250。不是，谁给你定的价是250啊？你告诉我说一台250，我说的是一台挣250。不对，你说是一台卖250，我说的是挣。你好像说是卖。你妈，你啥耳朵呀？哎呀妈，这不弄错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爷爷啊，那30台也是这价卖出去的啊？你爱价钱卖的，你坑人了，我的爷爷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坑老人了都啊！哎呦我，不是孩子，这是什么？不，快走！不，孩子，我给你，听爷爷讲，钱啊，做买卖哪有不赔的，对不对？谁敢说你开买卖就挣钱？都得赔，对不对？以后他再挣，我给你算了，没赔多少，这把就赔30000来块钱呗，是不是？你真正想的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的爷爷曾经跟我说了一句话：干事儿就不要怕失败，因为失败是成功他妈。啊！人生的路哪能那么……没有坎坷呀，哪能那么平坦呢？爷爷，对不对？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是拿你的养老金上的货啊。是啊，那个人去领钱，他真是失主吗？他万一不是，那失主给多着急呀！哎呀，果哥，你这事做的真不对，你快给我道歉。对呀。